来关心陈伟英在美国职棒的最新战况。陈伟英在客场先发迎战老虎队，虽然第一局就掉了五分，但是随即回稳，没再掉分。精英打线发挥，在第二局先追回四分，第四局再下三成，中场以7-5击败老虎，陈伟英拿下第12胜。陈伟英第一局就接受老虎的震撼教育，接内侧的坏球硬是被拉出全垒打墙外，边边角角的外角速球又被推出三分打点全垒打。陈伟英在第一局被击出五支安打15分，投41球才结束第一局。不过精英打线在第二局立刻反击，也来一发阳春炮，适时的二垒安打送回垒上跑者，追到只差一分。陈伟英开始回稳，第二到第五局只再被击出2支安打，第四局精英的3垒安打一举将比分超前，也帮助陈伟英拿下第12胜。虽然这是陈伟英失分最多的一场胜投，但是12胜的成绩成为精英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人。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。